各位购车志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呢，是第二代大改款的 CLS， 而且我们试驾是最高规格、最贵的，它的售价达到758万的 CLS 63 AMG。那 CLS 自从在2004年上市之后呢，它有四门的便利性，加上有 Coupe 的一个跑车外形，瞬间不管是在车坛创造一个话题，甚至包括也成为其他车厂开始模仿的一个新的车型集聚的一个对象。好，那我们今天试驾的版本是最高规格的，不过很可惜，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们有些镜头呢拍不出来。不过我们还是尽量的呢，为大家来做这一次大改款 CLS AMG 63的一个新车介绍。其实我们之前试驾过 SLK， 甚至包括 SLK AMG， 以及更高规格，我们未来一定该会有机会为大家试驾的 SLS。它的水箱护罩造型我比较喜欢。那 CLS 因为它的市场定位和另外这两款车不太一样，所以它做的会比较保守一点。虽然它的水箱护罩面积也是很大，加上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厂徽，不过它的整个造型和侵略性没有 SLK 甚至包括 SLS 来的这么的让人家兴奋，让人家觉得就是霸气十足。头灯的造型做了非常大幅度的改变，内建的除了传统的 HID 加 AFS 之外，另外还包括非常多的 LED 的配件，包括方向灯、小灯以及日行灯都采用这样的配置。下方的雾灯的部分已经取消了，它没有雾灯，它只有后雾灯，并没有前雾灯。那整个车头看得出来，就跟上一代比起来，上一代看起来它的整个线条还有折线没有这么的多。那现在一方面考量到空力学，另外一方面这是目前在全球车坛的一个趋势，就是比较性能的车款呢，你不能做得太圆润，你要做得有棱有角，加上有很多的老流的鳍片呢来点缀，让整个车头看去，还是那句话，它没有 SLS 或是 SLK 来这么霸气，不过还是有一点跑车还有运动化的风味。整个车侧的造型，其实 CLS 它的尺寸已经快要接近 S Class 的一个车长，所以它车身长度非常的长。那轮圈的配置呢，19寸，而且这是标准配备 AMG 的轮圈，加上 AMG 的卡钳以及19寸的跑胎。它的轮胎规格，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关系，所以前后轮的轮胎规格不太一样。前轮的轮胎规格是25535R19，后轮的轮胎规格是28530R19。整个车侧的造型呢，是唯一看得出来跟上一代差不多的啊，包括比较扁平的一个车窗设计，还有很便利的四门，以及它的车窗采用无窗框的设计。当然，它为了要塑造一点比较高级的感觉，车窗还是有一个镀铬的一个饰框。以 CLS 来说，虽然它是大改款，不过我觉得它在车侧和车尾的造型和上一代还是有点类似，比较大的改变是在车头，整个尾灯的排列改为全 LED 的一个设计，后雾灯置于保杆的下方。那保杆的两侧有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排气管设计呢，是双边各双出的，总共4出的排气管，而且它是采用一个方形的排气管造型。那从 A 柱一直延伸到 C 柱到车尾的整个线条呢，是 CLS 它的一个经典，也是它的招牌，这也让它就是保有原本的四门房车的一个便利性，可是却有一个跑车的一个风味。那这一代的 CLS 呢，从引擎盖、叶子板，甚至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就是后尾箱的尾门，大量的采用铝合金的材质，所以它的重量变得比较轻。可是相对的，有些人很在意的，譬如说你在关门的声音呢，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扎实。以前传统的钢材呢，你关门开门听起来那个声音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你现在改为这种铝合金材质呢，你在关门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就变得比较脆一点，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扎实。尾箱第一个，它开启的方式是全电动的，不管是开启和关闭，关闭的时候这边有个按钮可以来做关闭。整个行李箱的空间，我相信会买这样的房车的消费者很在意，就是我出国旅游的时候行李箱放不放得进去哦，我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放2组高尔夫球具，那这些部分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它的平整性表现都很好。然后另外在后尾箱两侧有两个拉杆，这个拉杆可以做后椅背倒平的一个释放。在 CLS 的 B 柱之后的后座呢，它是标准的4座，中间这边是不能坐人，甚至连小朋友都不行，因为你如果坐一个小朋友的话，可能会把这个很漂亮的这些收纳的这些面板给压坏。整个后座的空间，它的品质表现呢，
以他的诉求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出色了。他有他的拉风外形，你坐四个人呢，后面两个乘坐者不会被虐待到。膝部空间大概有一个拳头四个指头，头部空间的表现呢，并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像酷贝的外形而有所压迫。像这类比较流线的车型呢，它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进出车门的这个门的这个宽度，这个门的宽度表现呢，一定会受到一点影响。所以你进出车门的时候呢，会稍微可能要稍微用钻的一下钻进车内。可是坐进车内之后呢，整个乘坐品质表现不错，尤其它整个坐垫的材质还有整个支撑性表现，背部的部分没有问题。可是，在大腿的部分呢，因为它要考量到整个车室的乘坐空间，所以它的椅垫不能坐得太长。那不能坐得太长的情况下，你大腿的支撑表现就会稍微差了一点。接着我们来介绍，这是它的引擎，这是它这次改款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首先，在引擎室呢，我每次试驾 AMG 的车款，我第一个会看到就是这个 AMG 的名牌，因为上面有制造这具引擎的工程师的签名。我到今天为止，我试了这么多 AMG 的车系呢，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签名是重复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重复的，表示我跟它比较有缘。那这具引擎和上一代完全的不一样了，它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它的引擎规格是 V8 双涡轮增压的一个设计，加上它导入了缸内直喷，产生的最大马力是525匹，在5250转到5750转都可以产生，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会大家来做介绍。第二个部分就是它扭力的部分，非常的惊人，达到700牛顿米，大概是在70公斤米到71公斤米左右，产生的范围比较广，1700转到5000转都可以产生700牛顿米的一个最大扭力。接着就是很多性能车迷很关心的，就是0到100的加速4.4秒，在自排的模式就可以达到4.4秒，极速因为电脑限速的关系达到250公里的一个极速表现。搭配的变速箱是 AMG 的7速手自排变速箱，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悬吊系统多连杆独立悬吊副防倾杆，而且前后悬吊系统都是一样的。大家看到这个 T 字造型有点眼熟，它跟之前我们很久以前为大家介绍的 E-Class 163 AMG 有一些部分是类似的，尤其在整个排挡杆基座的部分。上方这个扛面的萤幕呢，它是标准配备，而且它是最高规格的。它内建第一个全中文化系统，第二个你所有的车辆设定都可以透过排挡杆后方这边有个旋钮来做调整。第三个部分它内建的还有中文化的卫星导航以及倒车 CCD， 这些都是标准配备。然后在这萤幕的下方就是它所有的控制中心，你要设定成音响啦、CD 播放啦，甚至包括卫星导航的切换呢，你除了可以透过后面这个旋钮之外，你也可以透过萤幕下方的这些按键呢来做切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一代的 CLS63 AMG 它多了一个 Star Star 的功能啊，这个功能我想现在很多车都已经是标准配备了，那在 CLS63 上面一样是标准配备。当你今天在排挡杆旁边这边有个旋钮，它有分 C、S、S Plus 和 M， 最后一个是 RS。你如果拨到舒适模式，就是 C 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呢，它的 Eco 系统就会启动。启动之后，当你今天在停车的时候，它就会熄火。那很多人会说，会不会影响到电瓶？其实不用担心，原本的主电瓶还是保有它原本的功能。那因为宾士要应付这个 Star Star 这个熄火的功能，所以在备胎后方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电瓶，那个电瓶的功能主要就是当你今天车辆熄火的时候，你所有的灯具、所有的冷气、音响，甚至再次启动的电力都是透过后方这个电瓶来做启动的。在这些按键的下方就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后方也有一个恒温空调，所以它总共是3区的恒温空调。排挡杆的造型和 E63 AMG 是一模一样的，上方有一个 AMG 的 logo。 这个排挡杆的造型不管是握感也好，还有它整个造型，甚至你在拨它的这种感受呢，非常的运动化。在排挡杆基座的左侧有一个旋钮以及3个按钮，前面这个旋钮主要就是做一些车辆动态的一些控制，你可以透过这个旋钮呢直接来做切换，有 C 模式、 S 和 S Plus 以及 M 手动模式，还有最后一个 RS 赛道模式。这几个模式主要的差异，第一个方向盘的转向辅助会因为这几个模式的不同，第二部分就是换挡的时机会延后，
第三个部分就是悬吊，还有就是侧倾的抑制也会做改变。因为驾驶者的选项的不同，而会有非常明显不一样的感受，这感受非常的明显。有些人可能会说，欸，我这个五段的设定会不会分得太细的？不过它每一段设定，不管是避震器的软硬也好，甚至方向盘转向的辅助呢，都非常的明显。所以未来假设大家有机会去展这件试车的时候，可以多多体验一下这个旋钮它的功能。仪表板的配置，三元式的设计，像这样子的仪表板配置已经基本上大量的运用在很多宾士的车系上面了。尤其中间这个彩色资讯幕，第一个它显示质感非常的棒，第二个它的资讯非常的丰富，第三个它也是全中文化的一个设定。方向盘的造型，第一个它非真圆的造型，后方有换挡拨片，前方的按键呢，左边主要就是仪表板中间这个资讯幕的切换，右边的话主要是蓝牙声控系统也好，音响控制也好，全部都透过这些按键来做切换。最后来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座椅的部分。不管任何的 AMG 车系，基本上几乎都是标准配备这种动态的驾驶座椅。这张座椅呢，除了你的调整方式非常的多元之外，从传统的12项调整，另外还包括了大腿的支撑、腰部的支撑呢，甚至包括背部的一个支撑，全部都是全电动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你今天启动了前面这两张动态调整座椅，你在一般的市区驾驶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来。比如说今天你是在右弯，你右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身体侧倾的那一方，两侧腰部的支撑就会做一个充气的一个夹紧，那这个时候就好像感觉后面有两双手在帮你支撑着你身体的重量。我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过，就好像感觉后面有个人在熊抱你一样，让你牢牢的坐在这两张座椅上面，可以让你在过弯的时候，你的双手、双脚，甚至包括你的臀部，不用花多余的力气去支撑你身体侧向滑移的力量。今天很可惜，就是碰到下雨，加上现在是冬天，大概四点钟天就已经快黑了。所以我们拍摄时间很短的，然后加上有些画面我们拍不出来，希望未来有机会，不管是 CLS63 或是甚至 C Coupe 63，我们可以再为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它这具引擎，我建议大家未来不管你是会买这款车，或是你要去试车，尽量不要去尝试它的马力的极限，甚至它的油门踩踏也尽量不要去踩到底。甚至二分之一都不要。虽然它有很多的一些电子的一些机械循迹系统啊，甚至包括你的安全系统，不过开起来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就顺顺的开就好了。原厂公布它的马力表现超过500匹，可是你实际踩起来的感觉，不管是它的排气声浪也好，或是加速的一个贴背性也好，甚至包括它整个换挡的衔接性非常的运动化，甚至你拨到一般的舒适模式呢，你如果没有一点点的驾驶技巧和驾驶技术，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它的油门底线。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外形，它的外形真的是我们讲车辆你要鱼与熊掌都可以兼得，非常的困难。可是，在 CLS 上面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700多万台币。我常常说有一好没两好，不过在 CLS 上面没有这个问题。可是你要这么多的好，就是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以它的外形、它的便利性，加上它的性能，各方面的表现呢，已经达到几乎是非常完美的。更难得可贵的是，它才只有到第二代而已。而整个操控特性来说，因为它是前置后驱，所以你在驾驭的时候，尤其像我们今天碰到是下雨天，下雨天的时候，你油门踩踏要更注意。还有就是在过弯的时候呢，不要尝试的要去加油门。你不要太过于依赖这些循迹系统，这些东西虽然可以辅助让你的车辆不要失控，不过当你今天很刻意的去做一些激烈操驾的时候，再好的循迹系统，再好的一些主动安全，都还是会让车辆发生失控。千万要记得这一点，不要以为说今天哇，宾士它的主被动安全这么的完美啊，我可以随便的乱开，就算你没有发生事故，你也会影响到你周围开车，甚至包括行人。它整个操控的特性，前置后驱的表现非常的明显，也因为这样子，你在驾驭 CLS 的时候呢，
我再三强调，就是要真的要多一点点的驾驶技巧。你如果刚刚接触到这一款车的时候呢，建议你就是当作是一台2000cc 的四门房车，顺顺的开就好。如果你能够掌握它的悬吊特性、方向盘的转向的特性，甚至包括油门的特性和马力输出的线性之后呢，再试着把油门踩深一点。常常有很多，不管是台湾甚至包括国外，你有看到很多很多实例，就是买超跑的人才刚交车，一开出马路就撞了，就撞毁了，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这个特性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心理因素，你就是觉得说，哇，我今天开的是性能车，我一定要油门到底才对得起自己。可是这个时候你油门到底的情况下，你的技术没有办法去匹配你油门到底的这个力量，还有它的整个车身的动态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要去挽救回来，有时候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意外。总结一句，就是它有非常暴力的一个性能表现，可是有非常实用的一个车身空间，加上非常迷人的一个外形。虽然它只有到第二代，不过它的整体表现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那我们今天介绍这款车的时候，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动态的稳定系统，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切换。第二部分就是它整个动态的座椅的一个支撑表现，甚至包括它的动态表现呢，这两个是蛮有乐趣的。那原厂也表示33辆 CLS63 AMG 今年的配额已经全部被订完了，你有钱现在也买不到了，除非你要等明年的配额，甚至包括数量也不是很多的 CLS350 也几乎要被一扫而空了。台湾真的是越贵的车越有人要买。OK， 我先为大家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